台湾的眷村虽然逐渐凋零，但竹篱笆和红砖墙的传统意象近几年却吸引不少年轻世代进驻，融入新的创意，寻找新的生机。像是屏东胜利新村已经变成文创基地，吸引眷村第三代返乡创业，用当地农产品做成美味甜品，新旧交融的品味撞击成为网红的热门打卡点。古木苍玉红砖瓦墙，这里是台湾最南端保存规模最大的眷社群。随着光阴的流转，即便部分已经断垣残壁，记忆中的镜头依旧清晰。那小时候我最大的回忆呢，就是爷爷带着我，然后到胜利路的市场去买个菜，然后就顺便买个馒头，抹个豆腐乳，夹个大葱，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。所以呢，从小到大我就是在这一区长大的。屏东胜利新村已经有百年历史了，有别于印象中宿舍给人的老旧感，这里的一宅一院早已重新活化，转型成为文创基地，成功吸引赵玉文倦鸟归巢。像我们所知道的，现在屏东呢，它也有产自己的咖啡，在太武山那边，所以呢，像我们这一款豆子呢，它就是用屏东太武的咖啡去做的。在时光的酝酿下，飘起悠悠的咖啡香气。赵玉文是眷村第三代，从小就热爱餐饮，曾经赴美打拼，历经大集团的历练深造，三年前落叶归根，返乡创建烘焙品牌，将屏东意象与在地食材融入甜品创作。我当初的创作理念呢，是希望说借由我们屏东烘焙的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屏东很多的农特产品去给推销出去。所以呢，我所创作的口味呢，我希望能够用的都是属于屏东在地食材。全台湾85%的柠檬都是产自于屏东，所以屏东九如的柠檬非常非常的有名。那光是柠檬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出非常不同的变化。有了微酸的糖霜当装饰，手工蛋糕梦幻升级，在复古老宅享受浪漫的午茶 party。开店不过三年，已经跃升时尚打卡点。环境品味新旧交融，激荡出不少创业机会，于是越来越多年轻一辈纷纷走进老街创业。像是高雄盐城传统市场外围这间小店就非常新潮，冷冻大饺子不下水，偏爱脚底抹油淋面粉水，不到几分钟几颗朴素水饺华丽变身。它有煎那个面衣出来，那蛮脆的，然后又是一整片，就画面就蛮好看的。跟外面煎饺不一样，就是会有上面那一层皮。你看那么特别，那么漂亮，还香香，味道很特别啊。嗯，高雄市要找到这样也是没有啊。仿佛是水饺和锅贴的综合体，周围有着像雪花般放射状线条，薄薄一层，卡滋卡滋，酥脆爽口，深入内馅还有惊喜。它从里面到外面都是九层塔的皮，也是九层塔的皮。还蛮特殊的，所以吃起来口感就有那一种塔香，九层塔的塔香还蛮浓的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就是如果很喜欢九层塔的人的话，应该都会蛮喜欢的。九层塔的香气让部分食客流连忘返，但许多老饕心中的首选主角是眷村口味的韭黄肉馅。它就跟韭菜的味道很像，但它又比较。它的香味又比较优雅一点，没有韭菜那么呛。早期的山东饺子其实就是都会放韭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吃的山东饺子就是韭黄跟大白菜。周一成的冰花煎饺是从传统山东饺子演变来的。他的父亲年轻时在水饺店工作，从馅料调味到面皮擀制，吃法老山东的黄金比例。小时候只要爸爸掌厨，餐桌上永远只有一种选项。连我们出去啊，家族旅游啊，爸爸也都是拿着饺子馅，然后现包现煮。真的是，就是我不知道到哪里都还是有饺子，可是我还是吃不腻。长大之后，我还是很爱吃饺子。就怕孩子们吃腻，一成不变的口味，爸爸牌的手工水饺，偶尔还会玩点小花招，把水饺变煎饺。因为记忆中的味道实在太美好，成为周一成的创业灵感。不过他选在老城区美食一条街白手起家，几年下来人气从没退烧，绝对不是原汁原味那么简单。到今年大概迈入第8年，其实这过程中其实我们都想要创新，
然后不管在饺子的工法上跟口味上，我们都想要做一些突破。那当然就是我们也不断的在尝试，所以也因为希望客人在视觉上跟口味上都可以有不一样的享受，所以我们就研发了大阪烧。在既有的冰花圆盘上挤上美乃滋、柴鱼片、红姜等配料，不仅视觉味觉在升级，还意外的对上年轻人口味。就是我小时候我很常听见的，就是老一辈常会说替杯卡卡固就是你的了，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世代不一样了，其实很多东西需要去转念，或者是想法需要去创新，对，要去做一些改变。在眷村味逐渐淡去的台湾，新兴世代用创意包装努力突围，让历史的滋味换上多彩多姿的样貌，得以持续飘翔。